大家好，我是程飞。今天咱们来开箱一个这个超超超大圣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送的一个饼干之类的啊。半年前看到这个，当时就挺心动的，想买，然后折腾了好几次，好几个月，终于才买到。这一个面118块钱啊，它的热量标的是4184大卡，然后它的重量是878克，相当于是8包泡面，热量也是8包，然后这相当于差不多够4个人吃，据说没有人能吃完，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啊。那咱今天就试试把它给吃完，看看能几分饱。单说这面还可以啊。咱们先去泡一下，虽然看不太懂它的说明啊，但是盲猜也可以猜出来。他说是2200毫升水，一壶可能都不够。哦，这个蔬菜包应该提前放进去啊。这回差不多了，然后等上3分钟。这撕这盖还是挺爽的啊。刚才给它称重了一下啊，它现在带着盒是4斤，那咱也就计个时，争取一斤到底啊！准备开始。刚入口感觉味道没什么特别的，感觉就是酱油拌面。有点烫，讲道理我想不明白啊，我除了我们这种拍视频的，有谁会买这个面呢？100多块钱吃啥不好啊，是不是？哪怕你就说买泡面也能买多少了，不知道多少了。正常一个人是吃不完的，那你说这个如果是聚会的时候吃，聚会的时候吃东西，那谁聚会时候买泡面让大家吃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面吧，反正是不建议大家去买。它这味道可以说就是甜酱油拌面，我说这一直什么声儿呢？它这个调料包太小了，藏在里边都找不出来。因为它这是拌面嘛，不敢把它上面那个口开得太大，怕到时候封不住。结果它还藏了一包在里头。
它运输过程中经过剧烈的晃动呢，这好多面都碎掉了。11:40，那按照惯例啊，咱们还是把这个要求自己100%吃干净。咔哧了这么半天，就是为了这一口啊。这玩意儿吧，也就是个大概7分饱吧，但是呢，大家也不要去盲目的模仿啊。第一个，这玩意儿是真的不好吃啊，而且每个人的饭量也是不一样的，有人吃的多，有人吃的少。像我可能不够吃，像有的人可能3-4个人才能吃完，所以也不要盲目模仿啊。这咋说呢？现在有点失落啊，因为这个挑战完全没有成就感啊。大家就千万不要买了，毕竟这玩意儿齁老贵的，还不好吃。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啊，那咱们下期再见。这个是4184大卡，再加上这瓶山楂汁儿，200大卡。我吃了4300大卡进去，我的基础代谢是2200大卡，我还得消耗2100大卡。哦天哪！